们家过年会放烟花，大的那种砰砰砰砰砰的。那个阿姨都会直播啊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那附近有什么景点是你推荐大家可以去玩的？我不去那东西呢。过年我应该会在台东吧。你们是不是新年一月一号就要回去的？这一次我有要参加年祭。年祭就是一月一号那一个。那过年都在干嘛？我说农历过年。过年我们家吗？打牌。卫生麻将那一种。阿嬷讨厌人家。阿嬷讨厌人家打。所以。所以偷偷的。我们可能比较特别，就可能会早一天，然后去。就是烤火，那叫烤火吗？生火，然后我们会烤一桶山竹之类的。哦。然后大家一起。这是野营的概念。然后我们就一整株，一整株，一整只猪，一整只猪。我们家过年会放烟火，看大的那种，砰砰砰砰砰那种。那，是都那个阿姨都会直播啊。又来了！农历年的时候，就在我们泰安村，就会每一个人比赛开始放烟火。你说每一家好？就是如有想放的，对。那附近有什么景点是你推荐大家可以去玩的？不，就没有东西呢。大润发。大润发。到底大润发在哪里？我们那边有大的大润发。铁花村哦，铁花村在你们部落附近没有，很远吧？要再往下，我们部落附近没有东西，养猪场。以前会一直觉得，一直给自己压力呀、啊，或者是一直觉得哪里不好，然后其实我都没有去，我可能只会想这个，然后我可能就没有去真正的去。了解我到底哪里不好。我在休息的那段时间，我就有自己去跟自己对话，然后去分析我到底为什么会觉得不好。我会这样子觉得是因为有什么原因吗？如果我找到原因的话，可能就去克服它。学习语文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翔，我是兰兰，我是浩之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。